集合！快点！时间紧迫啊！同学们，安静！我们现在去今天要比赛的中国的昆仑红星万科阳光队打一招呼，走！来，往里，往里，往里！快快快快快！别给我丢人啊！快点站好了！面向姐姐们，我们是带着孩子们。 过来给大家加个油，然后给孩子们，就是增添一点这个冰球场上这种经验。我们是来学习的，然后那个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多向你们学习，然后祝你们今天胜利 ，Good luck，Good luck。 来，咱们队长潘思妍出列，发个言，有什么想说的？我代表全体小将为。 姐姐们加油！不要害羞，你太害羞了。那我们也不打扰各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去球场上面等待大家。啊，对啊。来，走了，走了，走了，走。 这是我第一次当球童，但是我觉得好热闹，头一次这么热闹，他们声音这么响。这是我第一次当冰球的球童，就感觉很爽，开心，激动，心里是很兴奋，非常激动。 CWHL 加拿大女子足球职业联赛，今天对阵的双方是穿着红色球衣的昆仑红星哎哈尔加比地狱队啊，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很关键。哇，差点！我这个段漂亮摆脱，漂亮啊，漂亮的摆脱。 嗯，冰姐姐带球很好。后卫，站到了，有没有？当然四号。太快了，他们好厉害啊！哇！现在是一个门前的停球，射门的是昆仑红星的三十四号汉纳米勒。哦，这个反击打得漂亮。哎哎，不错不错。 莱提接受了很大的考验，是吧？对，我们这门将是厉害。哎呦，连续三次，传奇门将啊！对，莱提这点就做得非常好。莱提绝对不让你有第二次打门的机会，你来了我就抓。哇，这守门员太厉害了，没进。印象深刻的队员就是那个守门员，因为球来了抓球时候一下就扣，动作特别帅，守门员动作都记住了。 两腿搁这一撇一夹，这个杆往这守呗。
我队长一起踢大铃多难。对方今天先攻入一球，哎呀讨厌，不过外国动物太厉害了，因为你本身人就少，只要跑出位置就可以这么传啊，这完全是教科书那种，教科书式的教科书式的，姐姐配合的都不错。反击，这个时候就门前跑出空位了啊，漂亮，耶，球进了，耶耶，我好像他们进球的那几个都是靠配合，我们跟他们打的配合好好啊，我也想让我们队跟他们队一模一样，这个冲撞啊，哎，有点厉害啊，在现场看比赛的气氛很棒，很燃，一圈全是观众，然后就加油加油，不想有机会张文强啊，哎呦球进了，哎呦球进了，我感觉我们国家很厉害，很拼，就很快，感觉很积极，然后拉杆很好，射门很好，什么东西都很好，门前补射，哦，差点，好像这下半场上来以后，双方射门都很多啊，嗯，应该可以尝试着多进攻了。我觉得他们很帅，喂球啊，你放好位置，他瞄着你的球杆打，一打一定射你就进了啊，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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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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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围了啊，解围了，还是走个垫板墙，哎呦这个球危险，哦进了，哇球进了，我刚想说对方开始发力了，就进了，在近距离感受了职业冰球比赛的激烈与精彩之后，大兵小将的队员们也将为大家带来一场5分钟的表演赛，在正式比赛中或结束后由年轻队员打表演赛，这也是职业冰球比赛中的一种传统，表演赛不仅向观众传递着这个项目美好的未来，也让冰球小将们能够感受职业赛场气氛，锻炼心智，明确心中努力的目标，就有请我们大兵小将队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表演赛，掌声欢迎。首先我们着红色队服的分别是董子霖、杨浩鹏、燕秋然、毛秉哲、赵简、潘思妍、孙思文，还有我们的魏雨辰小朋友，着白色队服的呢是李成岩、王子、李安逸、王志彤、王浩宇、马玉松、王子宇、董阳，亲爱的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兵小将的表演赛，看我曹浩伟，球员们对于整个比赛还有包括训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比赛场面很焦灼，双方攻防节奏很快，这个进攻被破坏掉了。潘思妍，潘思妍，潘思妍就用他那招挑杆了，看到没有？
但是这么豪华，在冰场里面感觉都不一样，要是能进个球就好了。杨晓鹏，杨晓鹏，杨晓鹏，杨晓鹏。这么多人在看，心里有点激动，我就更想努力去国家队。马云松，马云松。跟你第二次上场，我说我感觉非常开心，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李安逸，现在是李安逸，李安逸得球。我希望我长大也能像吴冰姐姐一样，在冰场上为国出征，去打世界级的比赛。我也想站在这个场上打一场职业联赛。等你们老了，我替你们打比赛。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我是孙大业，啊，我是易烊千玺，我是雷佳音，我们下次比赛再见，再见，再见。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予你们的支持，也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观看我们的表演赛，谢谢。好，其实我们的贵龙星汉科阳光队以及大兵小将队两队列队在蓝线站好，谢谢。现在有请贵龙星汉科阳光队队长二号于百威向我们的大兵小将队赠送寄语，有请。首先是今天感谢大兵小将队，然后来到现场，也体验了一场世界级别的职业女子冰球比赛。然后想对你们说的是，你们也是最幸运的一代，因为你们赶上了中国冰球最好的时候。也希望你们可以懂得珍惜，努力训练，争取长大有一天可以站在职业赛场的舞台。也希望你们可以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为国争光，加油！鼓掌！鼓掌！好，感谢队长于百威。现在有请昆红星万科阳光队向大兵小将队赠送球衣。小将们处在中国冰球发展最积极、成长最蓬勃的时候，或许可以说，他们将与中国冰球一同茁壮成才。所以，小将们，你们就是我们的希望。今天欢迎大兵小将观看我们的球赛，你们的表演赛非常精彩。现在你们身上穿的这些赛服是我们送给你留作纪念的。上次见到这些大兵小将时都太仓促了，今天我们来一起来个合影好吗？来，我给你拍一张。好，来合着合影一张。好，笑笑，一二三，